自六月中旬，兴旺爱基金会苗栗福音队开着福音车在苗栗各区广播祷告。同工们出发前会先以祷告筑起祭坛，再奉耶稣的名前进大街小巷。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愿耶稣赐您阖家平安，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时时刻刻与您同在哦。虽然他疫情的期间又当到无方便，无第二样会上班吼，他当地我祝福他家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亲爱的客隆乡亲朋友们平安，在这艰难的时刻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为你祝福，为你的祷告。愿主耶稣的平安充满在你们当中。愿主的爱充满你和你的全家，耶稣爱你，上帝祝福你。我们相信黑暗总会过去，光明会来到。目前福音队也已向苗栗众教会发出邀请，欢迎牧者录制祷告寄来，盼七月二十三日前能行遍苗栗十八个乡镇。组织同工宋子昌弟兄表示，真的可以看见说耶稣的名字被人看见、被人听见、被人接受，我是觉得我们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。我们有一句客家话，腾腾雅书穷哈哈，意思是跟着耶稣一起走。我们去车祷，我们去行走祷告，我们都愿意耶稣你在前面走，我们跟着走，耶稣你自己来安排，让我们跟着你一起走。你感觉我害怕，基督教今日报记者苗栗连线报道。